所以还是特别注意不少注意的有那就放着啊。用这个直接时间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也请勉励。一般我们讲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那么我们在娑婆世界称念在十万亿国土以外的阿弥陀的名号。那么阿弥陀佛为什么他大慈大悲呢？因为阿弥陀佛因地呢，在世自在王佛面前呢，那么发了48个大愿，那么然后呢，开始的积极资粮行菩萨道最终呢，那么圆满无上菩提，成就一个最极清净、最极庄严最极光明的一个极乐净土，接引十方世界的念佛众生。所以那么我们在娑婆世界呢不管你烦恼多重，不管你业障多重，不管呢，那你这个病得多严重，只要你临命中能够信愿具足，不管是你老人男人女人小孩子，只要能够内心的一念的信愿念佛之心呢，临终呢就能够召感阿弥陀佛现身指引我们到极乐净土。所以这么没有简别的这种指引众生到极乐净土呢，这是阿弥陀的愿力，也是阿弥陀的所谓的大慈大悲的这种佛心的体现。所以我们一个念佛人，基本上我们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对阿弥陀佛的这个慈悲心呢，那么要心存感恩。那么感恩我们在这边拜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那么的当下呢，沐浴在阿弥陀佛的慈光加倍之下，大家都能够业障消除，福慧增长，那么破除一切的障碍。尤其现在我们这末法时代呢，多灾多难的一个世界又是种种的瘟疫、肺炎、传染病的一个这个传播，我们一个皈依三宝、崇奉三宝念佛人呢，基本上呢没有这些灾难。这印光大师讲呢，凡念佛处，亦不入境。就是每一个念佛人，基本上这一些瘟疫呢，那么这些传染病呢，不会这个到我们家里面来，不会传染到我们身上来。那么我们在这边沐浴在阿弥陀的慈光加倍之下我们自身恳切的拜阿弥陀佛，自身恳切的念阿弥陀佛，内心就是
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一心就是啊，心心念念就是要往生到阿弥陀国，心心念念就是求阿弥陀的加倍。那我们在拜佛的时候呢，啊，这一般有一个这个文殊菩萨礼佛的这个观想记者，哎，说是呢，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乃思义，啊，我使道场汝地诸，弥陀如来影现中，我身影现弥陀前，头面接主归命礼。啊，这个偈子的意境也是很好的啊，说是呢啊，能理所以性空寂啊，能理的我们这个五蕴的啊，这个身心的基本上啊也是原生无性啊，自性空的。那么所理的阿弥陀佛的佛像佛身啊，也是啊缘起法，能理所理基本上都是原生无性啊，毕竟空之法。那么虽然是啊能理所理性空寂的，但是呢我们能够自诚恳切的顶礼阿弥陀佛呢，那么这样子的啊，内心一直菩提心，一直孝顺心，慈悲心，一直心愿之心啊，自诚恳切的顶礼称念呢，那么就能够呢感应道交难思议啊，就是说啊，每一拜拜阿弥陀佛的当下，每一心念阿弥陀当下，都能够消我们无始劫的罪业，增长我们无量的福德智慧的资粮。哎，啊，不知不觉啊，我们烦恼障消除，业障消除，报障慢慢消除了啊，能够啊，这个破除一切的障碍啊。所以讲呢，感应道交难思议。当然，这个要跟阿弥陀感应，就是我们讲这边必得呢，自诚恳切的啊拜佛，自诚恳切的念佛，啊。那么在此呢，我使道场如地诸，弥陀如来影现中。那么这个第四天宫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珠，这个宝珠呢，啊，很多的宝珠啊，互相辉映，嘿，那么互含互测的这样子的在啊第四天宫里面。那么我们在阿弥陀面前礼拜阿弥陀佛啊，同样我们这念心呢，照到阿弥陀佛的那念心，阿弥陀佛心呢，照到我们这念心啊，能够啊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啊。那么弥陀如来隐现中，哎，那么我们自诚恳切的忆佛念佛拜佛呢，那么能够感应到阿弥陀佛啊乃至现前安慰我们，所以讲了，我身影现弥陀前，啊，头面接主归命，啊，我们就一念归阿弥陀的心呢，自诚恳切的这样子拜，这样子念呢，自然能够感动到阿弥陀佛。当我们拜下去呢，基本上，啊，这个我们可以念一个偈子啦，就是拜下去的时候，尤其啊拜到这个啊这个地上的时候呢，啊可以念一个偈子说呢，啊唯愿阿弥陀如来慈悲摄受，放尽光明照处我身，诸罪消灭，散障眷除，复本心源，究竟清净。啊，这时候也是求阿弥陀的加倍啊，啊我们讲说这个啊，这个唯愿阿弥陀如来，就求阿弥陀佛慈悲摄受，哎，唯愿阿弥陀如来慈悲摄受，放尽光明啊，希望阿弥陀佛啊，这个放到光明，哎，照处我身，阿弥陀佛的佛光呢加持我，好，啊，照在我身上呢啊，让我呢诸罪消灭，
过去多生多世所造的罪业都能够消除，那么身障眷属，同时呢内心的烦恼障业障报障也能够慢慢的破除这些身障种种的内心的贪嗔痴的烦恼，护本心远就近清净，那么这个罪业消除烦恼障业障报障消除，当然这一念清净心呢就显现了护本心源，呼吁我们本来的自信清净心本源心地，那么就近清净，就近能够这一念从妄想心慢慢的变成清净心，那么能恢复本来的，那么所以真如本心，这就是我们在拜佛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我们不求阿弥陀佛的加倍，我们在念佛拜佛自然能够得到阿弥陀的加倍，那么我们也可以靠这个句子经诵的稍微提示一下自己也是很好的，当然我们这个拜佛能力所列心空境感应到这样的事业，这是深夜礼拜，那么口业呢我们一样也可以如是的去思维的，能念所念性空寂感应道交难之意念佛这个的当下呢这个能念的我们凡夫众生所念的佛号基本上也言生无限这个毕竟空，但是呢我们自身肯定那么就能够感应到家得到这个名号的一个加持，那么深夜的礼拜口业的称念这念心呢我们坐下来那么可以呢稍微坐观一下观想阿弥陀佛金色身那么放照光明加持我们，乃至观想到极乐净土种种的依报的庄严正报的庄严，就如同我们这极乐世界图上面所描绘的这些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能观所观性空寂感应道家人之意，我们这个稍微观一下阿弥陀佛的身形相貌，那么观乃至观极乐净土都能够就如同我们上课讲的，那么都能够消除我们的罪业，那么临终呢也必定呢能够往生到极乐净土，所以这样子的观一下内心的一样的在念念阿弥陀佛，那么这样的身口意散意都不离阿弥陀佛，都不离极乐净土，那么拜佛念佛其实呢就是供养佛，那么当然我们讲我们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其他的佛菩萨没有因缘你可以不供养，但是呢本尊阿弥陀佛你一定是要供养的，那这个供养呢关于这个供养在宝积经里面呢有一段的经文说呢，或是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若礼一佛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复作是念一切如来同一法身一法身同一法界一法身一界一定一会一解脱一解脱子见作是念一当知若礼一佛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即是礼拜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一切诸佛，若供养一佛即是供养十方诸佛，如是供养十方佛以四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那么这是大宝积经里面这个106经里面提到说呢
那么父是善男子，包括整个所有的我们出家的这个启宗弟子呢，说一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那么这个行于方便就是要有一些善巧方便修这个方便法门。怎么样修方便法门呢？就是若你一佛恭敬供养之中赞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专心的拜阿弥陀佛了，嘿，那么自诚的恭敬尊重赞叹还是供养阿弥陀佛，我们内心要升起什么样的想念呢？作是念一切如来同一法界一法身，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共一法身，嘿，那么同样成就所谓的五分法身的功德啊，记住同样的戒定慧解脱，解脱是你的功德。那我们内心这样的想念之后呢，作是念仪当知诺你一佛，我们记住这样子的知见的话呢，我们在拜一尊佛拜阿弥陀佛的当下呢，我们内心自诚的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啊，这个时候呢，即同礼拜供养恭敬赞叹诸赞叹啊，一切十方诸佛，因为十方诸佛同供一法身啊，同证五分法身，所以相对的，若供养一佛，即是供养十方诸佛。所以我们礼拜赞叹供养啊，我们啊这个自身恭敬供养阿弥陀佛，就等同供养十方诸佛。啊，那么这样子，如是供养十方佛以四名菩萨摩诃萨心以方便。那么具足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其实就等同念十方诸佛。我们那么拜阿弥陀佛，就等同拜十方诸佛；我们供养阿弥陀佛，就等同供养十方诸佛。那么就是这样的认知呢啊，就是一个菩萨行于方便的一个方便法门。好，我就简单跟大家一起勉励到这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念念佛，诸位万缘放下，一念提起，念诵听，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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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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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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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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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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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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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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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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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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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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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